这里他说，如果地球两极的冰山融化的话，那因为地球会自转，所以他会这样的话，他会将水的话把它甩到那两边来，所以这边会变胖，那转动惯量会变大，转动惯量变大的话呢，那地球转速就会变慢。我们看到它这个选项使地球自转的角动量的话呢，它会变小，角动量不会变的，因为地球没有受到外力矩，所以 A 是错的，使地球的转动惯量变大，这个对的，地球自转的转速会变慢，这个对，为什么？因为 L 的话是等于 I 欧米伽， I 欧米伽变大的话，所以 Omega 会变小，因为这是守恒的。所以地球转速变慢 C 是对的，说地球转速变慢是错的，因此作用是属于呢内力啊，故角动量及自转转速的话呢，皆变啊，角动量没有变啊，那自转转速会变，啊属于内力也是对的，哦属于内力的话，属于内力也是对的，但是转速皆不变就是错的，所以一的话是错的，所以答案应该是选 B C。